九饼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不在？我如果摸到，哦、欸，庄家轻松打吧，不要那么认真啊。嗯，这样我很难打。七，不要在那边点灯啦。轻松打。轻松打。八名。那你来演牌。啊？点牌哦，嗯，点牌丢点数一耶，被胡才要点数一啊，我们要不分呢，被胡才要点数一，七，皮，七万一条。你猜这张我？我猜你这种。我猜下车。九万。啊，好胖啊、哦！天哪！是我手啊。嘿。耶！两天来。伊娜妹姐，俊仁问说：“我听五八万，下家打八万，上家说要碰，可是打一张出来，我摸五万自摸，可是上家说他没有要碰，这样怎么算？他都舍牌了，你不要管他，他都舍牌了，他就是一定要碰，他相公他也得碰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”